这个时阵啊，是要啉什么茶啊？你是安怎要安尼无要无紧的？你至少先甲我讲，证据是提到手了袂？你这个假太子，凭什么用这款口气甲我讲话啊？当初若不是我甲你认作是小雨，为着要替信贤完成遗愿，拼性命救你，你哪有可能活到今嘛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你今嘛只会当甲迄个动工的罗在心哦，做伙暖米粉啊尔。妈，你这想啥？是得紧张啥啦？呀，真正是无路用。我无路用。妈，你今嘛到底是咧讲啥啊？我每一件代志拢是照你安排去做诶。你对我所有的要求，我拢真拍拼伫完成，无一件让你失望的，敢毋是？即摆恁爸拢转念，要考虑好做接班人啊！我安尼做，感觉无够。你莫讲你一个配合我，你家己若无野心，我甲杀你个叮当！若毋是我咧背后一直杀你往前行，你到个人行到迄个路边，你等要接班？结果呢？你一点仔都无感激我。自从你知影自己身世了后，卡袂着就对我大细声，好像是我欠你偌济共款。你爱去，若不是有我，你即摆什么拢不是。妈，我不是。好，我真忝啊，有啥物讲？妈。我过来去现场找看卖，我都唔相信我找无靖宇。哎呦，你莫安尼创崩我无啦！啊，既然那边还阁有落实哦，都表示还阁真危险。你去哦，只是添乱难尔啦。啊，你哦，嘛真熬生代志呢。靖宇出院哦，你甲接倒转来就好啊。啊，偏偏还无接出嘞，浪漫不成呐！啊，即马哦，等得出意外。这嘛不是我怀疑的，妈对我讲话的态度哪会怪怪？自从顶届去了陈文瑶摕证据失败了后，妈回来就参照变一个人同款。啊，这个意外总是因为你才会发生的啊，所以哦，你嘛爱担责任啦。吴敬贤，你想要干涉清楚？现在金源跟家风换几种代志？信贤若是知影遐有危险哦，伊嘛绝对袂开车去呀。